所破。这招式哪怕是武王境的人都要吃力抵挡，这么不要命往前冲，真是高看了自己。就这点实力也敢叫嚣，也不过如此。什么？他居然破了这招？果然是体修一脉的天才，在整个北域之中恐怕都少有人能及你。可任你体质强悍又如何，不知道面对高阶秘术和武学，你又能否挡得住？秘术融空。原来如此，运用法器催发无数的灵力锁链将我困住，能感受到身体之中的灵力涌动被压制变得缓慢，虚空之中更是多出了一股隐晦而又强悍的力量。叶云，这融空秘术乃是我花费了好大代价才修炼成功的，对于你这种体修有着最为强大的克制效果，所以这一次必败无疑了。看，在我的灵压下，你的身体已经撑到极限了吧？融空可以动用空间之力形成一种压制，无论你有多强大的体质，都根本动弹不得。叶云，什么？女人一声不吭，看在你如此有骨气的份上，让你早点解脱吧。岩山印，死吧！放开我，我要去救他。别冲动，比武台不可擅闯。叶云，可惜呀、可惜，你是黑马又如何？胜利最后还是属于我们万象阁的。这就是你的底牌，不过尔尔。怎么可能？他居然挣脱了束缚。不对，他这是在吸收。修为没达到超凡境后期的话，很难掌握空间之力的精髓。他居然能够将虚空之力硬生生的吸收掉。正巧我也会一门秘术，不如来比一比谁的秘术更胜一筹吧。秘术吞噬。我的法器。不好，他居然在争夺法器的控制权，绝不能让他得逞。什么？这股力量到底是什么？他居然能够直接将法器之内的灵气直接硬生生的吸收掉，他难道也掌握了高人的本源传承？统统都给我吞！发现居然崩裂了！下次大放厥词之前，先掂量自己几斤几两，免得再像今日这般狼狈。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太快了，我压根都没看清。叶云，我李明仙今日技不如人，败给你我心服口服。不过能否告诉我，你方才所施展的究竟是何传承？难道是传说中的天阶武学不成？这武学名为万界吞噬，至于品阶应该不比天阶差。这样的天赋恐怕在所有三等宗门中都是难以匹敌的存在，甚至在二等宗门之中也是难得的天才。此子将来前途无限，定是能够成长为一方霸主。果然不愧是杨老，我真是眼力过人呐。徐峰啊，这种奉承的话就不必说了，这叶云的确是天赋过人，不过北域还是太小了，这等人物或许有机会可以向上面推荐一下，如此一来他就可以有机会获得更加丰厚的资源，进入到更高的平台之上。我宣布此次大比冠军太原宗。